们要介绍什么？这是神奇魔法棒，在迪士尼买到的哦。然后它这边可以分两个阶段，一个是一直亮，就像现在这样子，然后它会换灯，关灯喽。它会像这样子，灯会变哦，很漂亮。然后啊，你把它调到第一个阶段最前面，你看它没事，对不对？甩一甩，它就会亮，而且会亮灯。所以晚上去逛夜市的时候，拿着它就会亮了呢。对啊，只要这样子，它就会亮。好赞哦！这是在东京迪士尼海洋看到的。你在小美人鱼那个暗暗的那种地方都有卖这种东西。对呀、啊，很漂亮吧？它会发出声音呢，在夜市感觉很高调哦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它就是一直亮，然后会关灯，不会有声音。你会不会像仪队那样子甩一下？不会，我转吗？他被我甩出去，然后小朋友哭了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啦，拜咯，拜。